现在我们就做一件事情，把所有的钻石都用了吧，就是留个20万足够。这边所有的墙最好都升到21级，但是差很多很多。你看，升一次要3万钻石，3万钻石只能升5个，看到没？所以大家算一下，我这够吗？这是个问题。咱们再买点资源吧，不然这个资源直接兑换这个钻石还是很亏的。哎，这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买买吧。买10个38，然后再把传说起源这里的这个东西买一下。这个东西我们最后再来抽一下，把这个东西都买光吧。毕竟这是今天刚出的活动嘛。好，结束。现在340万钻石，继续升我们的神墙啊！如果昨天我们就把这个冰王塔升到满级，不是升到今天这个等级的话，那他们打起来会更吃力。哎呀，就更爽。但是昨天没有升，很遗憾。你看33万的花，不够花几次的，跟你说根本就不够。都用钻石的话，就是用前面几个，因为这个上限高，直接6000万一下直接花了。这升的巨快巨猛，他们升这个城墙是真的有钱，但是我300万钻石也不是盖的，是吧？这城墙加战力是真的少，你看就加个360，我们3万钻石加300战力，那这里300万钻石岂不是只能加3万战力？这也太少了吧！不过这个加的是实战，因为这墙硬的话会非常牛掰。现在就要搞一个锤子活动，我这锤子差的太多太多了。这游戏设置的确实爽了不少，但是不够均衡。说实在的，最后三轮，这个墙是16级墙啊，升完这几个就全体17级了。但是今天绝对升不到全体21级，他们那些全都是变态，我根本搞不过他们。哦，升几个顶级墙，分别放当这钉子是吧？这东西就是靠运气，还是这样升能升整体实力吧？比如说这角落的就不用升，因为它不太可能打角落，它要打就打这儿，对吧？最多是打这儿，打这儿。这种角落的话，就不要放这种好的墙，好的墙都要放在这儿中间容易突破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呢，说实在的，角落也没几个地方，这些地方你看，这个就可以不用升好的，这个也可以不用升好的，因为它是从外面往前往中间走，这边算是侧面了，它会从这儿噔噔噔走过来，然后从这儿进去，它不会打这个墙，所以这个墙无所谓的。但是我们升的话，为了方便，还是就这样升吧，到时候颜色也统一提升了，也挺好看的。每个角放一个顶级，角是最不需要放顶级的了，大哥，你看哪个小兵打这个是打角啊？你这游戏理解怎么搞的？今天能破3吗？3000万的话，今天好像破不了。我希望明天破3，因为明天最快还是明天退游啊。反正我希望明天出个什么活动，再来新活动应该可以到，比较齐。这儿每个城墙都可以加那么厚的一个血量啊，而且这里升级升的是一样的材料啊，就是说他花的钻石好像16升17和17升18都是升一个墙1200万的这个东西，基本上不差多少。你看这个升到这儿是1200万，这个升下一级是1250万，其实差的不多，真的是。那这个还行，不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。好，最后13个17级墙，走你。现在咱们来看一下春宝，哎，这刚刚怎么加2400？很奇怪。我们这里当前啊，我靠，我真的是低估了这些家伙。这三区的这个大佬也强啊，他直接攒了900万钻石，我今天确实没有攒很满。哦，三区的我只高他一点点，不过我毕竟开服比他晚了一天嘛，他应该是第一天开的，我战力还是比他高的，是吧？我靠。然后这逍遥今天花那么多，这位大哥也是个猛人，他这阵容和我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守护神，但是红三星，哇，这个人很极致。现在接着升吧，哪怕拿不到这个第一，这个钻石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啊。之前我们大概浪费了个200万钻石，如果那200万不买那边的这个什么东西，可以留在这儿，我们就可以超过逍遥了。城墙只有最后这一个了，好，直接升，哇，加4000，这怎么能加4000？啊，这城墙怎么加4000啊？不是，刚才才加300的。消的材料是差不多的，我靠！明天升一升这个东西，靠升城墙我们都可以升到这个3000万了，我靠！逍遥3000万了吗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逍遥3000万了！尼玛，这家伙，我都要退游了，他还不给我面子是吧？这家伙其心可当诛啊！我想想看要不要干他，我真的烦死他了！可恶的逍遥！第22天，我们这战力终于不是本服第一了。
有点伤心，这逍遥一生之敌啊。174退了就退了，没关系，最后6万钻石留着吧。各位，今天这个墙你看着磕磕绊绊的啊，当然这下子他们又打，就从上面打还挺好的。你看我下面的墙强化了，对吧？他们从下面打的话就比较难打，他们如果从上面打的话，那我这里这个塔的话，他防御就他就不容易挨揍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从上面攻过来，我就不怕他，我这可以多输出一会儿，还挺好的。新游戏等到20号以后我们再说啊。现在福利每天要买一下，这个不能忘啊。那个逍遥他玩得很认真啊，其实他就应该超过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天的这拍卖。中午12点和晚上12点的拍卖他都有搞，我都懒得搞，所以我觉得他很牛掰。说真的，图鉴今天可以升一个，应该是就是尼禄升一级加4000哦，天赋每天升一下。好，这加了10000，伙伴可以激活一个肉碟，然后这套装可以激活一个，先抽4个太史慈，一个，两个，这还很好抽的，4个，孙策4个。第三个，这运气还真挺好的。第四个，再换辛尼斯卡，要抽6个，2个，5个，6个，柏拉图4，1个，2个，还差一个。好，柏拉图4，孙坚3，要3个，1个，保底了。加油啊大哥，这随便那么难抽吗？2个，3个，还差伯克利差5个，伯克利好像差1个。各位，我是个渣渣，这个卡我都没有记住，来先合身一下，共生间可以升一级啊，直接一键花钻石加9700，所以还差20-30个呢，全都抽完吧。好，这里再领取一下。那个逍遥是真的克劳啊！我其实昨天我就预感到可能干不过他，因为昨天知道那个他是拿到了很多单日5000的一个奖励。想当年我们玩斗罗昊天符三阶符的时候啊，也是一个剧本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子儿差不多就是在开服第21、22天啊，出草皇的时候，23天草皇一结束，他就比我拉得猛，然后他就干过我了。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节奏啊，这突然间感觉有点似曾相识，哎，还不太习惯。谢谢大家抽下一个赵云，这赵云像捡来一样，天使符和普通符有什么区别？人多，牛掰，赚了600块，哎，舒服，单抽吧，我不相信实抽还能出，今天肯定是单抽才能出了。好，剩下的只有一个对战了，今天就是这个联赛，我们应该先去找三先生切磋一下，如果能打赢他，我们这里拿个第一才有戏，打不赢的话就没戏。昨天我试了，只能打到58。今天看看能不能莽高一点啊？觉得你看这边肯定有那个什么陷阱啊之类的。然后你看他这个地方，他的墙不是很厚，他也不是所有的墙都那个颜色。在三区那个大佬，他好像所有墙都是这个颜色，所以他那个战力虚高。这边其实能清掉的。曹操在这儿其实白送了，他有点白送，但是这儿扛伤扛了很多，瞬间死。我曹操那个有点像无敌啊，我发现了。这边杀一下他们这个东西还挺厉害的，孙尚香。啊，能打赢？啊？哦，司马懿把我孙尚香杀了，这儿差一点就打赢了。守护神之间是搞了一个守护的防御的，我们给他置换一下，置换成法师的，因为现在需要输出，只有一次置换完只减了1000的战力啊，但是这波太多应该很强，稍微给他升一下，加10000，再买个这个道具，我自己加个10块。好了，这直接支付应该就成功了，再激活，加15000，这就不够了。需要140个种子，现在我们就来打这个联赛吧，只要能打到84以上，像刚才打到87，咱们就能赢。其实先打一下光阳幡吧，各位，现在才是这游戏最夸张的时候开始了。这边这家伙的阵容其实很好破，他的冰封塔是在上面，我们就从上面破了就行了。你看这边跟着凑合一下，先把这两边打开个缺口，然后让英雄从中间走，英雄从中间走，然后两边的这个小怪呢把这周围的资源塔都打完，这样的话英雄就会指导他的老巢，所以我这个阵容你看左右两边都打开了，我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，然后曹操现在冲出去放个大招，现在开两倍速就可以了。这里孙坚怎么还出来了，挺烦，孙坚防守还挺强的。好，54、55，我感觉不一定能拿下来啊，还有4个，好，打过了， OK， 他没有英雄和防御塔了，已经赢了。明白，第一局可以了，2700万的公羊幡啊，轻松拿下。
现在我们还有三个对手，打一下逍遥啊。逍遥他这个东西本来是3000万的，但是这显示的是2800万，然后他很鸡贼的是这一排啊，这个很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咱们只要像刚才一样这两边资源清一下，然后从中间冲过去就可以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这只有一面墙，这边还是1212123123，然后打一下小凳子小椅子，然后再把这个火球椅1231312，然后放一下，中间再走个曹操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门阵容没有问题，然后加速，然后曹操赶紧往前冲，只要把这个打了就行，把这个打了就行。曹操往前冲，这个会吹一下比较难受，把这个赶紧打了。曹操好，直接冲过去应该是稳赢的，因为你看这两边都清了，但如果这个都打不赢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太菜了，各位不好意思，这打不过了。其实这个排兵布阵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个家伙有点强，谢谢各位的期待啊，但是这儿我们连逍遥都干不过了。那当然存在和时间这些都是渣渣是吧，我们可能只能弄到2800几了。再打这个第一帅啊，那人他把城墙都那样子去做布防，我觉得玩的挺极致的，这些都是很厉害的玩家，要向他们学习。哇靠，这个人加虚战加的都在这上面了，你加两层墙有什么用啊大哥，你这东西我点射一下123，我打这儿还打破，他这又没什么厉害的给力的东西。苏耀香哇靠，他又当叛徒去了，他去把外围的清一下，外围我应该刚才先清一下的，这孙杨山是个真恶心啊。曹操已经冲进去了，但是这边他防守的也是到处乱窜，我不知道能打过，应该可以打过的，打过的话我们就首次战胜3100万的对手了对吧。最后一个布迪卡，好，可以两位数了，这打赢了，他就和一个小兵没什么区别，就绕场清一下这资源，好，赢了，第一次战胜3100万呢，这也算越战了，我们不是最菜的，但是我们也是相当菜啊。最后再搞一个，其实我们打不打都是这么一个程度，最后打下这个三先生吧，试试看，走你。其实这边也应该放一点点的，然后曹操这时候冲进前去，好，我们就看这个结局如何。这是正式的打三先生啊，这边这两个火球椅要把这个清了就好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两个火球椅放的有点晚了，然后他还会被魅惑了，然后他就没有能够把这些的资源清掉，所以他这个布阵布的很好。我从这打的话，你看我这孙耀祥这次很猛，然后呢但是没有用，打了70，其实尽力了，尽力了，比平均水准要好，之前我们只能打个50几的2924，时间我们是第一，可惜啊，这个三先生还是很厉害的，之后只能说继续莽这个战力吧，把这战力提升上去才行了。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墙要多升一下，别的好像真没什么东西了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然后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下来再找我。